大聪家赌场度假村同仁恭祝各位中秋节快乐，花好月圆，心想事成。大庄家赌场度假村指出，会员将可获取总值10万美元现金与 Easy Play 奖赏。方法只要在9月15日与9月29日，抽奖日下午2点到晚上10点，以会员卡在饺子机或桌上游戏玩乐赚取积分，就可获取抽奖机会。此外，大庄家将按会员级别安排�抽奖机会，红卡会员可获得8次抽奖机会，之后白金卡会员5次，金卡会员3次，银卡会员1次。另外，每个�抽奖日当天晚上10点将抽出30位幸运儿，可获取250 Easy Play 奖赏，另外20位幸运儿可获取500 Easy Play 奖赏，还有10位幸运儿可获取750 Easy Play 奖赏，而最终只有1位幸运儿可获取25000美元的现金大赏。与此同时，9月份每逢星期二下午2点到晚上10点莅临大庄家，只要在活动推广区刷会员卡，也有机会获取高达5000的 Easy Play 奖赏。大庄家预祝观众中秋节快乐，欢庆连连。查询活动详情，请上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，洛杉矶报道。